情，他们在刷这个路。哦，他们用水桶就是把它都拦起来，这样。现在可能没想放学了。看一下。好。大学生放学、啊。对，然后你看这个，这是中超友谊的一个勋章。嗯。啊，然后歪了，要弄正一下。好了，我们现在下一个地方去人民大学习堂吧。我们之前已经去过了，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这边就是这次来骑有感，对，气息挺舒服，就感觉更自由一些，是吧？对，就行动更没那么拘束。可能来这边熟悉一些。对。朝鲜也是个抽烟大国。对。在哪见过的吗？他说不是，他们说在中国网上看过我的视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视频。然后每个人都热情的过来跟你要合照，因为我有个朋友他是专门借的，他那里面都是你的东西。哦。啊。然后他也跟你合照过，他很高很帅。在韩国，他会讲朝语。谁呢？反正好，反正有几个人。金泽。啊。还有印象吗？没有。没有，只对班长通知有印象。金泽跟我拍过吗？拍过照片吗？拍过照片。我也不是，没问过他的名字。然后他们好多人都说我们过来一定要给你带来祝福，希望你好。哎，车。我是我带过的一年，这一年带过的团都是。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的哦，都是老年团。对，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叫李浩宇，他说让我见到金导一定要说他非常喜欢你，然后对对对，让我向你问好。我这边有好多带来问候，问候对观众，哇，他录进去了，太棒了。我会剪掉的。拜拜，那你可以单独剪给我。剪给你。对，我就要那一小段，我要跟他证明说我帮他完成了这个任务。对，我说我不仅见到了金导，对，我还问过了好。在国外的那个 YouTube 上面，也是大家最喜欢的就是金导。对，然后徐导。对对，一搜朝鲜就跳。徐导是谁？小雪。小雪。徐导。对，徐导他们也很喜欢。就觉得他中文特别好。对，觉得他中文好溜啊。哎，朱梅，你小时候有在中国生活过吗？没有哈，但是小许他是在中国生活过的，对，所以他是小时候有那个基础了。其实徐导为什么可以在中国生活？他跟父母一起学的。哦，跟着父母一起学的。但是你中文也算很好了，如果小时候没有说在中国生活。他不一样，他小时候在中国待的时间长，是吧？你确认这个是的。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人民大学习堂，因为所有人民都来学习，所以叫做人民大学习堂。这个人民大学习堂里有藏书能力的3000万册的书库，而且在这里经常进行有关科学技术部门的讲课，也进行外国语集训。如果有了学生证，他们都可以来这边借书、听课，都可以，都是免费的。如果是已经工作的人借书也是免费的，对，全民免费，他们也都是免费的。他们内容还挺丰富的。对啊，我们又来到人民大学食堂。对。哇，一进那里面就好凉快。好凉快。他说不可以拍。哦，不好意思。从这一边进入人民大学食堂，然后后面我们去里面来过。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灯吧，这个灯我们刚刚就是有点惊叹到，就是非常的灯群这个，对，然后还坐电梯。今天早点吃晚饭可以吧？可以的，因为多了狼好多。嗯，我要吃很多。哎呦，太有心了。今天徐导在。徐导在哪儿？要上，需要先。大家后面看到的那个是电脑的互动。对对。变漂亮了，变瘦了。嗯。而且还摘掉了眼镜，戴了隐形。
我就说，就是朝鲜这边是能弄到隐形眼镜的，我那时候就比较好奇的。嗯，其实朝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要开放的。嗯，因为太遥远了，所以我们对它有很多的误解。可能其实就是太封闭，我们就会想象的觉得它，我其实觉得它现在只是暂时经济困难，但不是落后。对，我觉得我们很容易就把他们跟我们70年代套进去了，以为说他说的东西都是属于70年代，就觉得其实不是，其实他已经是21世纪，只是给我们的感觉像是那种，对，是的，对，造成的误解。就是手机啊，智能手机啊，上网啊，都有，对 ，iPad 啊，这一类型的都有。健康吗？漂亮的。他正在，没说上话。他正在。这边有查那本书吗？就是《朝鲜王朝西楼》。啊。朝鲜王朝七楼，도서관에朝鲜王朝七楼있습니까？有。哦，太好了，我很想见。但你不一定见得到吧？不知道。벌써있습니까，사님들可以。哦。오늘도가예예유람실에신청하는데아신청해야됩니까그러니까미디어아니그러니까외국인참관어용유람실도말입니다因为朝鲜王朝实录是每一代朝鲜的君王旁边都有个专门记录的，他说的每句话都会被记录在里面，他没办法改变。然后那时候日本侵略在任城倭乱的时候，原本已经被毁掉了，他们抄了8套，然后其中几套是藏在北朝鲜，然后其中一些是藏在韩国那边。所以我这次去韩国的时候有看到韩国的那边的，然后就很想要看真实的这边的是什么？对，是什么？是用汉字书写的。汉字书写的。嗯，它总共是8888册。记录了朝鲜600多年的历史在那边，一直直到日那个治的时代，他真的是经历了很多事件。他有8个版本，特别有价值。他是有8个版本在那边，然后他那时候就赶快藏在朝鲜各地，因为日本打进来，在明朝的时候打进来。对，所以这次就主要的目的还是就是可以还原到那个时候。他说如果要见这些书的话，要提前预定。要提前预定，没关系，那我可以下次来。我很想见到，因为我这次去南朝鲜的时候有见过。是吗？就是，可是他们的那个版本是已经换为了那个，不是真正的那个版本。原本，可是因为是原本在这里，因为原本在这里。对，所以我这次就很想要见到，很想，因为他记录了朝鲜600多年的历史在里面，而且一个字都没有变过。对，很想见到，是属于朝鲜族的，对，很严重的一个共同资产在那边。对，离你真的可以看到，我真的是，因为原本在这边。我也负责讲解是吧？上次那个馆长跟我们讲解那位男同志，对，有好多有几个讲解员。那上次那个是馆长还是讲解员？不是，他是一般的讲解员。不过印象挺让人深刻的。对。你好，是你干？啊，大家好。那就我们在这里简单的讲解一下人民大学食堂。우리인대학당은1979년12월1일착공해서1년9개월만에건설이완성되었습니다。这个人民大学食堂是1979年12月份动工，然后仅用1年9个月的短暂的时间内完工的。위대한실용탐구님의그직접적용대우에서1982년4월1일위대한실용의탄생70주를맞으면서학습당이개관되었습니다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英明领导下，迎接金主席的诞生70周年之际，1982年4月15号揭幕开馆的。학습당의용공평이10만6평방이고소고의장소능력3000만부이상입니다总占地面积达100,000平方米，然后藏书能力的3000万册。아침9시부터저녁7시까지일요일날에도봉사로진행합니다开营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6点，然后没有休息天。우리인민대학습당은전국의모든도서관들의중앙지도기관으로서모든도서관들의사업을학술적으로행정적으로같이지도하는기능도수행하고있습니다而且这个人民大学食堂是全国所有的图书馆的中央指导机关。우리인민대학습당은인민대학습당말그대로17살이상이되는모든국민은무료로와서책도보고강의도받을수있습니다17岁以上的所有人民都可以来这边学习，也可以借书。앞에게보시는게컴퓨터봉사대입니다前边看见的就是电脑目录室。우리학습당에있는모든책과자료는다이컴퓨터에사용이되기때문에컴퓨터에서목록검색해서다찾으려는것을신청해서볼수있습니다但那个电脑用那个电脑可以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书籍的编号회전자목록만아니라
프로스면서파는것같이소지목록도분류별로이렇게다있습니다那边也有书条目录，也可以不想接触电脑的人也可以去那边用那个书条。书条目录。그리고앞에보시는게대형전광판인데이거나여기전보이라현재새로들어온타워서보여주고있는데이렇게새로들어온타워서와함께매월진행하는강의강의실별로소개되고있습니다然后那边有介绍一些新出对新刊书籍，还有每天有的那些讲课。그리고학습당여지못한그지방의독자들을위해서는새로들어온타워서와함께매월진행하는강의일정이컴퓨터망으로전국적으로나가고있습니다而且通过那个电脑网络就去跟那个地方的不是在平壤的地方的图书馆经常联系然后给他们发送一些新刊书图书书籍还有讲课的内容在地方的图书馆他们也可以通过电脑网이밖에도신문과방송텔레비전을통해서도강의일정이다소개되고있습니다也有通过广播还有电视都介绍在人民大学学堂里的讲课然后他说那个拍照的时候呢就你注意一下如果要拍这些肖像的时候要拍全身知道吗走吧走哦是你看周围这一圈呢台下的围观的人好像被采访的感觉你们应该拍在一起抱一个我们几个合影吧让他们对啊帮我们拍个合影漂亮是吗来帮我们来接着对呀老朋友拍哇这样聚集了是不是对好赞很难得碰到一起怎么这么多是这个吗对的它是有个红点一闪一闪的是吧是有红点闪难得好真一下你看一下有没有拍进去看一下有没有拍进去可以有有拍进去谁是徐导胖打他瘦了太不会说话了瘦了漂亮很多对啊工作越来越多来的人越大拜拜历史性的时刻